欢迎收看到中华新闻的现场，来看宗教活动消息。中华南庙将妈祖信徒骗及海内外，泰国唯一按咱中华分灵出去的妈祖庙，泰国南庙妈祖宫新庙落成，新兼中华南庙将管理人的中华市长邱建富是特别率团前往参加庆典。隆重的祭祀典礼是中华南庙宫妈祖分灵到泰国的泰国南庙妈祖宫神庙落成庆典。在泰国事业有成的台商，在2005年回来台湾探亲，当时到南庙宫拜妈祖的时阵，拔杯请示妈祖，也得到中华妈的温杯。中华妈就分灵到泰国，每年卖对泰国回来中华进香。这年来分灵妈祖拢是供奉在台商蔡宗成的厂房内，经过一年的筹备，总算找到适合的地点新建大庙。文化园区，我俩定调叫做泰国南庙妈祖。文化园区，我看有这个这么大的一个题目啦，来发挥啦。多谢，这个市长给鼓励啦，我哋更加强的努力，安尼好无？谢谢。咱合作不断，很古老，一个重要意义啦。除了是咱的宗教信仰，咱的这个道教的这个道术信仰以外，咱更加重要，就是将咱台湾的这个传统文化，会当呢传承到咱东南亚、到咱泰国这些所在来，会当达到薪火相传、承先启后、继往。这次盛大的宗教活动，包括南庙宫十个妈祖会中的成员共同组成，嘛是这几年南庙宫公妈会难得的外国宗教活动。中华新闻，张世良，中华采访报道。